我跟他经历了那么多的事，还有什么不了解他的？张无忌处理感情永远是被动的，永远是拖泥带水的，我必须替他做个决定。草民见过郡主。什么事情走得这么匆忙啊？啊，王爷交代草民去查明教叛军分据点的事情，已经有眉目了。我正要去回报王爷。金毛狮王谢逊是不是在你师父陈坤手中？据实已报。确实在师父手里。带我去见他。郡主，你不肯？草民不敢不答应。那就好，见完我爹之后，我在大门口等你。是。高不高兴啊？什么？当新娘子啊？我不知道，只觉得心跳得好快。那就是兴奋高兴嘛。芷若姐姐，你能嫁给无忌哥哥真的好有福气啊。哦，不能这么说，应该说你们两个都有福气。人家都说啊，当新娘子的女人最漂亮了。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芷若姐姐，你真的很漂亮哎。请。哎呦，你看看，嗯，来，你才礼貌啊！恭喜！范幼稚，还在等什么？可以拜堂行礼了吗？啊！新郎新娘向后。一拜天地。且慢。大男女妖，大妖女，真是的，这是来闹场子，宰了他。对，我们在武安寺被他整过，杀了赵敏。杀了他！且慢！今天是本教的教主和峨眉派掌门的大喜日子，赵姑娘来道喜就是我们的嘉宾，请各位看在峨眉派和本教的面子上，将往日的仇怨搁在一边，不要对赵姑娘无礼。韦父王，请放心。我今日是孤身而来，没有带什么帮手。你这个鬼丫头，鬼主意太多，我信不过你。我可要到外边去看看你带来多少人马。赵姑娘，请这边上座，回头再下敬姑娘三杯。我有几句话要跟张教主说，说完就走。丫头，无论如何我也要阻止你闹场，免得一场好好的喜庆大事被你闹得狼狈不堪，满堂不欢。错了，我是来救张无忌的。韦父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我是一个人来的。你一个人没错，可是不知道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又想出什么坏主意。赵姑娘，今天是我明教的大喜日子，应当宾主敬礼，请你尊重，否则杨逍就只有失礼了。苦师傅，有人要对我动手，你帮不帮我啊？这是什么？郡主，世上不如意之事十居八九，既已如此，
也是勉强不来的。我偏要勉强，大丈夫恩怨分明。你欠我一条命，就该还我。张无忌，你身为明教的一教之主，说过的话算不算数？只要是我说过的话，张无忌绝对负责到底。好，那我问你，那日我救你于三侠和殷六侠的命，你答应为我做三件事，不得有违，你还记不记得？我们曾经谈过此事。那是私底下，我要你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讲清楚。不错，我是答应了你做三件事。言定只需不为武林中侠义之道，我就遵从。借屠龙刀一关之事，虽然你做得不够道义，但这刀我看到了。虽然宝刀被盗，也不能怪你。这第一件事情算你已经办到了。现在我有第二件事情要你办。张无忌，在天下英雄豪杰面前，你可不能言而无信啊。你要我办什么事？赵姑娘，我们有约在先，无论你有什么事情要托奉教主，只要不违背我武林道义，别说教主会答应，我们武林上下都会协同。但是现在是我教主和新夫人参拜天地的美景良辰，一切事情都请搁在一边，勿请多言阻挠。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，片刻也耽误不得。杨作士，第二件事，今天你不得与周芷若拜堂成亲。什么？你刚才讲得很清楚，难道承诺过的话不算数吗？咱们言明在先，不得违背侠义之道。我和周姑娘岂有夫妇之约？我若依你之言，便是了违背这个义字。义字当头，所以你的第二件事我可以不做。这么说，我说的第二件事情你不肯依诺言答应我了？赵姑娘，如今事已如此，木已成舟，你还是一切都看开些吧。我张无忌是一个村野匹夫，不配，不配。赵姑娘，请回。你看清楚这是什么吗？这是我。如果我说我提的第二件事情你不肯依，全由得你。对不起，打扰各位了。赵姑娘，赵姑娘，赵姑娘，且留步。你要么就留下来，要不就回去和你的新娘子成亲。男子汉别犹豫不决，到时候别遗憾终生。赵姑娘且慢，一切从长计议。好，那我依你。今日不成婚。决定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无忌，师公，容无忌日后解释。
从何处学得如此厉害精妙的武功啊？赵无忌，赵敏如此逼你，你还护着他？芷若，我问你，你真的要舍我而去吗？芷若，请你谅解我的苦衷，咱俩婚姻之约，赵无忌绝无反悔，只是稍迟数日。我警告你，今日你只要踏出这大门一步，就不必再来找我。芷若，赵无忌，出了光明顶，你就不要后悔。芷若，义父对我恩重如山，请你原谅我。好个张无忌！各位，你们亲眼所见，是张无忌负我，非我负他。从今日起，周芷若和姓张的恩断义绝。芷若姑娘，我那无忌孩儿不是忘恩负义的糊涂人，我想他这样做一定有他这样做的道理。我应天正说一句公道话，拜堂成亲是迟早的事，你不会只在乎今天吧？等无忌回来以后，我一定让他向你磕头赔罪。赵无忌纵然有天大的理由，也不该当场弃婚随赵敏而去。这侮辱对于我尤甚千刀万剐万箭穿心之痛。我周芷若不学今日之辱，有辱此中。我这